好日子啊，咱们大家能够在此地团聚啊，话不必多说了，刚才我们讲了两个小时，大概呢，我们说，所想象、所期望的，都在讲经里面呢说过了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应当要庆祝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，啊，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。尤其能闻到华严经啊，跟无量寿经，这个缘分是无比的稀有啊，真是古人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这是稀有一个、那么有这种缘分，也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就有机会可以超越得到的，可以超越什么、这个缘分的确是不容易、遇到的、那么缘有了，关键在自己、我们自己愿不愿意、借着这个机会来超越、关键问题呢，如果真的想超越，那就得依照经典里面所讲的方法，看破放下啊，特别是我们在前一段时期讲这个娴熟过速的望见还原的观啊，详细的做了介绍啊，我们一共讲了96个小时，它一共是六段，前面三段的是说的看破啊，讲的是宇宙的起源啊，这个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怎么来的，说得非常清楚啊，非常的明白啊，这个是超越现代哲学无科学啊，哲学科学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啊，在还原观里面全都得到了解决了啊，了解事实真相之后，最重要的是放下啊，放下凡是与自信相违背的，自信里面没有的，就不应该执着啊，不应该分别，不应该起心动念啊，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就是一般讲的得道成佛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回归自信，自信是最完美的啊，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才艺啊，世间人讲要无量的福报啊，样样都圆满，都没有欠缺啊，这样你回头你就全部现前了啊，回归之后就有能力帮助我这些十八界的苦难之子啊，叫道家自行，我们叫感应道教啊，那个时候你就有能力千变万化啊，就可以随众真心的应足之量，以无量无边的化身帮助苦难众生，帮助他们如帮助他们回头，帮助他们圆满回归自信，这是大乘佛法教学的目标跟宗旨。我们很难得遇到这么样一个稀有的因缘，希望在一生当中，而且希望现在灾难很多，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算了，克气取证，希望我们3年到5年时间能达到这个啊，那就是无比的殊胜啊！我以这一点呢，祝福容许我们共同勉励，希望3年到5年呢，我们都能够有大成就啊，这真的了生死诸三界啊，
真正走向不生不灭啊，这个大半截来的信息啊，谢谢大家。